老爷子，那个误会，误会。老话说得好，不打不相识。阿弥，我家大人不懂事，我自罚一杯。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妈咪啊？我晚上做梦梦见妈咪就是长这样子的。我和哥哥在一样的吗？我是龙凤胎。龙凤胎，请进。我也有一对龙凤胎。护士，我的龙凤胎呢？抱歉，两个孩子有先天缺陷，哭了两声就没气了。阿弥，你多大啦？你想找什么样的男人结婚呀？没无忧。想要说二大人的阿嘴。阿弥，你觉得这个男的怎么样？身高180，本地户口，有正当职业，你已带两娃，身边常年美女人。这不是你爸吗？没无忧，你是不是又欠揍了？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有你这么教育小孩？妈咪，爸比就是说说，从来没打过我们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探讨教育？你有过孩子吗？无忧无虑，我们走。喂，你要不要跟我结婚啊？我不就是有小孩了吗？哎，姐姐，我为你刷爆了信用卡，给你买衣服买鞋，你为什么还拉黑我？不好意思，那个我处理一下私事，走。哼，原来是个拜金女，走吧，我们回去坐着。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行了，别装了，这就是3天，你别搞得跟骂了我1万年一样，你都有老婆还微信聊骚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还刷我信用卡？怎么了你？你那些礼物我已经寄给你老婆了啊！以后呢，你要是再纠缠我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那个考虑的怎么样啊？结婚的事儿？无忧，你带着你妹妹买个冰淇淋吃吧。结婚可以，但我事先跟你说明了，我可没省钱。你这穿的也不像是没钱的呀。我这是公司的制服，其实我是给总裁开车的，月收入也就8到9千吧。8到9千，那比我高多了耶。也不是8到9千，是8块到9千。我不太稳定，所以我上个月收入就只有3500。那其实收入还算不错。啊，那你有房吗？有是有，在粤海府，但是是一套老破小，最小的那种户型，住4个人根本住不下。粤海府是那个市中心的学区房啊，1平方10万，最小都200平方。那个别说总裁私自，就是总裁赚不了这么多吧？既然都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，我压根就没房，而且我还有个特别大的秘密，就是海春呢。巧了呀，我也特爱吹牛，我是做销售的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人穷并不怕。咱们志不能穷，咱们终有一天能把吹出去的牛都能给实现了。啊，我也说说我的条件吧。啊，我是干鞋店销售的，我这每个月呢是3000底薪，有时候干得好的时候有10000的，没房没车，咱们俩也算是门当户对。不是我，哎，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，一个好的销售呢会给着顾客充足的考虑时间。